去了都。就过不去了。喂。啊。啊。啊。没有钥匙啊，这玩意儿是那个管家要密码的。这些都回头看一下。对，真的不用找。管家的。对。好，我也。这在外面那个风大，我不想。你要走了吗？我拍了十秒的视频，还有两张照片，再拍两张了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你看完他们，回头我来看看我的。对，身体壮哥一点。给你涨工资。压住了，这一段再收一点点，收不了了。来，我的 C 端已经撞出天了，不光 C 端了，你留着吧。不要踩我的这个板子好不好？这里不要碰了，这里不要碰了，帅哥到旁边路边去，大家都有机会，好吧？越往前面等会，怼着，大家都没机会了。别人就可以不要动作。好，这个抖音拍照无所谓，拍照。拍照啊？拍照。干没中啊？没中那个。你看，那个头像是那个。又也是他。我打报警。好啊，你有什么意思？真系好啊，有钱，我跟你。好，再亮一点，亮一点。Thank you.
定不会玩这个。我是说我不正经。你看那里排排车很多。休息。